时隔三天我又出门了，然后我弟弟的核酸检测已经出来了，他是阴性的，然后我们现在打算去超市买东西。我上次领了温州市发的那个消费券，那个有一个满168减38的，所以带大家去超市看一下。为什么我每次出来拍视频的时候风都这么大，把我的发型都吹没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最近刚拆了的风景，那边本来有两个学校，一个高中一个初中，我刚刚差点认不出来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大榕树，估计有个几百年的历史了。上面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学过一篇课文叫鸟的天堂，老师当时就跟我们讲了这棵树，这棵树真的历史特别特别的久，特别特别大。我发现这是我回国之后第一次来超市逛，就看到这些全部都是中国的东西，就好亲切。我们已经买完东西了，我手上一大袋，他手上一袋吃的，还有一箱牛奶。现在好像有点快要下雨，赶紧回去带着这些好吃的做一顿晚饭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